听说自己要去 X 队之后，心里第一感觉就是很难过，因为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，然后要从头开始，就对未来我要干些什么也非常的迷茫，因为我是一期生，从这几年下来，就是跟大家一起经历了很多，然后现在又突然回到了X 队，就觉得有一种从头再来的感觉。因为当时我本来就是一个记人比较困难的人，然后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，因为也没有。就是不太敢去跟他们接触。第一天是助理带我去的，那时候他们正在排练第一首歌，然后，就第一次见到他们，他们对我都非常尊敬，还是叫我前辈啊什么的，然后就看到他们非常有活力的样子，就觉得，哎，自己好像老了一样。然后，之后是排练，IK4。当时我是就是老师也是新老师，跟我也不熟，然后都怎么说，就是没有办法顾及到我，然后我就在后面看着他们跳。去的那天晚上，就想了很多，就是怕过去他们会说。哎呀，你一个犯错的人来我们队，然后其实我到那边跟他们排练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这个样子，就看到我在后面不开心或者有点想哭，然后就会跟我说没关系的，加油。我记得第一个跟我说话的是李静，他说前辈没关系的，不要哭。因为我们，因为一期生是怎么说，就是在剧场成立之前就已经跳过 K4 的人，然后 K4 对于我们来说是记忆最深刻的一场公演，也是故事最多的一场公演。反正只要一听到 K4 的歌，就会很兴奋跟很感慨，因为觉得日子过得挺快的。K4 好像还是昨天前几天就刚演过的样子。首演那会儿，我第一次跳的位置是陈赖的，那时候跟毛毛一个位置。然后那个时候也有跳错很多。然后真的觉得，就是现在的 X 队跟我们的时候实在太像太像了，所以觉得非常有亲切感，对舞台的热情，对自己的喜爱，然后对大家的那样团结。当时其实想了很多，就是有想过会不会给我跳原来的位置，也有想过。可能没有位置，因为，发生这件事以后，发生这件事之前，他们就是 X 队已经分好了谁跳哪个位置。我这样突然的，突然的插一脚，感觉不太好。其实我一开始就是。这样子想的，然后跟他们接触以后发现，并不是，他们都是很可爱、很单纯的孩子，根本不会想这个，想，前辈来可以教我们，这样很好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想太多了。我觉得我一开始跟人接触的时候就会给人距离感，因为不太爱说话，然后。就是
没有给人家那种非常一下子就能聊得来的感觉，应该会给他们距离感，因为他们就是也算是第一次自己化妆嘛，也不太会，然后我就会帮他们去化，虽然我自己化的也不是很好，但是他们还会说，哎呀谢谢前辈，终于把我的什么缺陷给盖住了什么的，然后从那些方面入手吧。我觉得在他们排练到上台这个过程中，我起到了鼓励的作用，但是怎么说，就跟我们一开始上台之前一样，有日本的两位前辈在，有他们在，我觉得就很安心啊，就觉得我做错了你肯定会立马让我改正，你说的肯定都是对的。就一开始进 X 队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的状态其实也有一点小小的难过，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刚学公演的第一首，大家还不是非常进入状态，然后排练完以后，我就鼓起勇气，因为平时也不太敢说话，我鼓起勇气跟他们说，你们一定要理解这首歌是什么意思，才能去跳，然后一定要带入感情，在舞台上你没有感情是待不久的。然后跟他们说完以后，其实心里挺怕的，怕他们心里想，哎，你算什么，为什么要这么跟我们说。但他们很乖，他们就是我说完了以后，吃完饭然后晚上还继续排练，就把我指出的不足全部都重新来了一遍，就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因为 X 队让我想到了以前，但是也是因为以前让我现在更加的喜欢 X 队。第一天演出虽然就是大家还是有错，也因为第一次嘛，很紧张的理解，然后就很开心啊，很开心他们能够站上这个舞台，能够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努力。其实我挺紧张的，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就是别人评论说我跟四七太不搭了，我有一点格格不入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跟他们就是怎么说，显得有点不太一样。挺紧张的，然后最后一首歌报名字的时候，应该是因为我喊慢了，然后有人被报上名字，之后我就很难过。在休息室里面聊天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因为我记人名比较困难，我就发生过记错人的状态，就像我那首支柱最后要举手的时候，我拉的是小灰灰，但是我却盯着蚊子，我说蚊子啊，我是不是把你拉起来了，然后我在那边跟他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以后，他说前辈不是我。就发生过记错人的有趣的事。因为S 队是我从进团一直到之前所待的队，有很深的感情，然后大家也有很彼此都有很深的默契。 X 队的话是一种妈妈想要照顾孩子的感觉， S 队就是姐姐妹妹的感觉，我感觉两边都缺一不可。默默会经常发微信说啊，我做了什么什么，你快到我房间来吃之类的。然后思思也有去买那些辣的东西，然后大家都一起吃，
可能我们可能 S 队是比较能吃货的一个 team 吧。首演的时候有来看，排练的时候有空的话他们就会来看，然后像弯弯也有给我们带吃的，连排走台的时候特别特别想他们，因为走台那会儿是我隔了两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站上剧场的舞台，就感觉舞台还是舞台，但是我的身边换了人。但是后来想想，既然我现在又能站上舞台了，而且还是跟小鲜肉在一块，也挺开心的。如果可以让我回 S 队，我真的就怎么说，肯定很高兴啊。但是就如果大家可以可以原谅我的话，可以让我回 S 队的话，那就太好。你犯了一个错，别人可能会因为你的错而否定你的全部，但是你只要不放弃的话，还是会看到不一样的明天的。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。感觉他们还是没有变，都是一样的热情，然后一样的可爱。他们说没关系的，我们都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